小弟名啊叫谭志明，啊是 Simple Farm 还有 Mr. Banana 有几间公司的股东，啊也是负责整个生产的经理。然后我们的公司呢，主要是生产啊一条龙服务的那个香蕉，从苗到种植到 consignment。到销售批发都有，然后我们的香蕉呢，在全国各地都买得到。我们有卖一箩一箩的香蕉，也有卖一箱的，每一箱或者是做包装，还有我们也有卖一条一条。我们的香蕉呢，香蕉园呢，都是有认证，就是我们所谓的 MyGAP。什么是 MyGAP 的认证呢？是永续。的那个安全食品，做这些香蕉呢，我们全部都是根据国家的一些政策、一些要求，啊，达到我们的那个水准。吃我们的香蕉呢，就肯定是健康卫生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宗旨。未来呢，我们的公司呢，主要是我们要朝着上市的这个目标前进。可能是在未来的。这几年到东马那一带都会有我们的香蕉。